曾经我也迷失在名次的竞逐游戏中，害怕自认与原本属于自己的名次会在一个不小心的情况下让了出去。望着他人领取自认属于自己名次的奖牌，我发现世界并没有改变，我也没有因为这样而崩溃。我开始认清，我还年轻，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。我跑步是因为我热爱它，这份热爱让过程中的训练、挫折或是进步都化成享受这个过程的一部分。也因为这份爱，让我自我审视上天给我的恩赐，同时启动了帮助他人的信念。当我想到自己身上的热血可能在危急的一刻救助别人，心中温暖起来的速度才是我望尘莫及的目标。我是跑者，我年轻，我捐血。